你们已经跟随了我20年，哎，我说来挺惭愧的，我也不知道我有什么能够回馈给你们，让你们那样对我那么的，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惭愧，也只有哎。说起田震，想必很多人都不陌生，是昔日歌坛天后哦。可以说啊，当时是和那英是同级别的歌者了，如今淡出舞台比较少见了。近日田震现身澳洲演出，在舞台上被粉丝表白，喜欢了你20年，田震十分感动，并且哽咽落泪，还表示自己真的很惭愧，不知道何德何能能够让你们喜欢我20年呢，真的好惭愧，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回馈你们。见到田震落泪哭泣还是头一回呢，所以粉丝都相当心痛了，纷纷喊话你是最棒的。我们也希望田震能够复出，多多唱歌给粉丝们听，因为粉丝们等你真的等得好辛苦啊。